别紧张了，哎呀，别紧张，来，让我看看，我老公最帅了，拿出去饱满的热情。<笑>你们，白婷婷，你干嘛呀？我干嘛？你想这样？没看见？哎，我问，林群失踪当天你去哪儿了？啊？狗还正好找主人呢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谁狗呢？ 跟你没关系啊，走开走开走开！韩启明，以前躲在林云后面，现在又躲在葛建如后面，怎么，属猫的？天赋技能是躲猫猫吗？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了，他失踪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哎，韩启明，你怎么？你听到了没有啊？ 白婷婷，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了，跟你又有事儿了，这咋接话呀你？哎呦呦呦呦！今天穿成这样来面试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爸可是这里的股东，就我一句话，你竟然没想进来。是呀，婷婷，万一大家以后都进了这个公司，那还是同事呢，要互相帮助，你就别在这闹了。不让我进，我还不稀罕进呢。 恶心！你说谁恶心呢？谁恶心我说谁。松开！哎，你干嘛呀，白婷婷？你怎么还推人呢？推他怎么了？你别太过分了啊！我过分？说你两句就过分了？那你呢？你干的事情不恶心吗？啊，不过分吗？小白脸，吃软饭的。谁小白脸？你。谁吃软饭的？你。我告诉你，白婷婷，你别瞎说啊！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。 你脸了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们哎，别打了，哎，别打了，哎，哎，哎，住手！怎么回事？保安呢？怎么回事？你谁呀？我谁？我家的，我是谁？ 你家？对啊，周总啊。嗯。志超哥哥，我是倩茹啊，葛云松的女儿。葛云松，葛云松。哦，我们家股东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今天带我男朋友来面试，结果他上来就跟我吵架，你说我冤不冤呀、啊？ 你们的事儿，我不管啊。你来应聘的，应聘什么职务呀？前台跟客服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做前台太可惜了。我是这边副总经理，你做我助理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真的。 可是刚才有人说一句话就能让我进不了低阶集团。谁呀？哎，就算我妹说了，今天我想让谁进，谁就进得来。他。他算什么呀？谢谢周总。走吧。 恶心恶心恶心！小白脸。那好吧，结束过我们的话。唉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先来个好消息，振奋一下。好消息是，婷婷现在荣升集团总经理助理。高翔。坏消息是，她今天开始工作，晚上有应酬，所以来不了了。
应酬？应酬？他今天刚入职，怎么就应酬？我也不知道，说是跟他们周总一起去的。周总？男的女的？听口气应该是个男的吧。周志超？怎么了？美女，你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，是两个坏消息。怎么了？这周志超名声都坏到新加坡去了，怎么办呀？说起来，原来我工作的 SK 跟地杰有个合作，我也听说过一些事情。反正这个周志超人很好。我也听酒吧客人说过，说这个周志超就是个纨绔子弟、色中恶鬼，所以他父亲宁可把公司给他妹妹，也不给他。那婷婷岂不是有危险？刘云，你现在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在哪儿，我们去接他。哦。通了吗？不接。怎么办？不接电话。哎，你知道他的苹果密码吗？知道。手机定位。哦。来。你快点儿，好没好？稍等一下。这么慢呢？你快点儿。之前有我资料在这儿的。头疼，头疼。你快点儿，好没好？稍等一下。这么慢呢？你快点儿。之前有我资料在这儿的。头疼，头疼。快点儿，快点儿。来，婷婷，走，回家了啊。起来。同意。家了。哎，不是我家呀、啊。就是你家，快走走走走。不是我家。就是这儿。我回家。哎哎哎，不是这边。这边，快点。我去。这位就在这里。在那边。婷婷，婷婷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王八蛋。哎，我在这儿呢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啊。怎么的？有本事单枪啊！啊！站住！站住！等等，前面注意！我真你大爷！有本事单挑！给打脸！哥哥，曲恒，你又干什么了？不是，怎么叫我干什么呢？周可可，你哥被人打呀，打的就是你，怎么没挨爽是吗？不是，有本事你再来啊！就在派出所呢。就是啊。哎，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？有本事你再来啊，出去再过来打呀！闭嘴！曲恒，如果我哥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了。道歉？道歉有用吗？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。我想您以强奸未遂罪立案。
强奸未遂？这次不是打架斗殴。不是我根本就衣服都没脱，我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你再说我怎么了？我不能说吗？不能说啊！不要再吵了。这里是派出所，事实要怎么样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，但打架斗殴违反了治安管理法，还是要处理的。志安，等一等，今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。你以为道一句歉，这事儿就没了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是程凌云。陈小姐，这我哥呢，他是在国外长大的，行为举止是有些洒脱，但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吧？这如果是打架斗殴的话，这我哥也受伤了，欠我们也已经到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如果说没有证据的话，还是不要乱说的比较好。对呀，我们没有证据。怎么没有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你，这位小姐，我看你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。什么叫没有问题啊？他灌醉我，他还带我去酒店。这陪酒应酬这种事情司空见惯，我看你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吧。听说你是由我哥越过面试直接定下来的助理，也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打动他的。周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自己行为不检点是吗？哎，你这人说话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好了，婷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如果我们晚到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就是看他喝多了，给他找个休息的地方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你也听到了，我哥呢是为了他好。再说了，如果对自己的酒量没有个深浅的话，还是不要出来应酬比较好。这万一引出什么误会，可就不好解释了。对呀，况且他比我还能喝，对不对？你这么能喝，能怪我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打你都算轻的，再有下次，我让你躺着吃。走吧，我们走。有本事你别走啊！啊，你回来啊！哎，不是没让你走。明明就是被别人欺负了。还被说成不检点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我看啊，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。那我说你头上长的脑袋是为了显高的，是不是？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呢。我还不是想着有一个总经理助理的职务吗？谁还不想抓住机会啊？行了，我动动脑子吧。白天就录取你，晚上就带你去应酬，这不明摆着没安好心吗？以后啊，长点心，知道吗？哪还有以后呀？这事要传出去了，还有哪个公司会要我呀？我就不知道去公司上班有什么好的。不如这样，你来我酒吧上班，工资你开个数，只要我付得起就行。就你那个破酒吧能有什么前途？前途？你告诉我什么是前途？不就都挣点钱给别人看吗？人生苦短，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啊？为了几千块钱给那些资本家卖命，还不如来我酒吧上班呢。考虑啊。今天的事情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没有。你能不能给我长进一点？长进？
有你周可可就够了，让我长进干嘛呀？别再给我惹麻烦了。我惹麻烦？周可可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我是你哥。地杰集团董事长的位置是我让给你们的，你给我较什么真儿啊？看来你还知道我是地杰集团的董事长。好，从明天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休想拿财务的一分钱。周可可，你没这个资格。我是董事长，我就是有这个资格。哎，周可可，周可可，你给我回来！喂，周董，曲先生在 SK 办的 case 资料我拿到了，现在发给您。问我们谁家？来，好了好了，你找我来，不会就是让我看你喝酒吧？一句话都不说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不就是他没原谅你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既然你不说话，唱歌去。周总，怎么了？你进去看一下。是。住手！快！我这这这这这！
你们没事吧？卓安，他那个不是受伤，怎么办？卓安，放心吧。卓安，那手，那手受伤了，怎么办？，周董，周董，你没事吧？这些人是你叫的？不是啊，不是我叫的。我要辞职，怎么啦？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一分钟都受不了了。谁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。你知道那个傅一泽的？哎，他还真把他自己当少爷了。他今天让我去给他买咖啡，我买回来了，他是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怎么都不对。哎，我真心受不了这窝囊气了。人家那是霸道总裁范儿，我怎么听着还挺喜欢的呢？你犯什么花痴呀？我可不是什么傻白甜。我跟你说，还有更气人的呢。我们公司之前那个司总不是对我挺好的吗？对呀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他还挺帮助你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一夜之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还跟我说什么啊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让我别跟他套什么近乎。哎，你说他们有钱人是不是天天换着脑子玩呀？各个星座来一遍，昨天还是热情的白羊，今天就变成高冷的摩羯了，明天还是闷骚水瓶呢。什么意思呀？不行，我待不下去了，我必须辞职。凌云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其实你现在在顶峰发展的挺好的，真的要辞职啊？必须辞。原来一个上司不待见我也就算了，现在是两个，你说我还怎么待下去啊？大不了明天我就找份新的工作，谁怕谁呀？行吧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。行，我待会儿就去写辞职信。哎，对了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我还不就忙酒吧那件事情呗。甜甜，哎，凌云，我回头跟你说啊。我帮你写，肯定没有问题。这样放，是不是？哎，干嘛呢？我在算钱。算什么钱？看酒吧还能不能请得起凌云。请凌云干嘛呀？你不说他辞职了吗？啊。所以我要算一下，如果能请得起的话，他就不用再找工作了呀。你省省吧你。你那个酒吧也就骗得了我这种，真的。他能去工作吗？再说了，这不是还有曲红吗？用着你操心啊！对对对，还有曲红呢，那就好办了。哎，这是不是结实？是啊。还不错啊。哎，老板。老板，这怎么卖呀？啊，360，买400就320。320啊，价格还行，你觉得呢？还行。老板，我们要20个，能不能再便宜点？行，300，不能再便宜了。好，我给你个地址，你把我们送过去行不行？好，好嘞。
哎，小姑娘，嗯，不好意思，这椅子没有二十个。啊？不是吧，老板，我都跟你说好价格了，你跟我说没有？本来是有的，我刚刚才发现上午有别人订了六个，只剩16把。要不你全拿走，我再给你便宜点。剩下的你去别的地方呗。也行。行不行啊，老板？我们买这个椅子是为了做生意的，你让我们在外面配也不一定配得齐啊，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？我们就20个，少了一个就不要。那要不这样，上午啊那客户还要来，你们跟他商量，他要是肯让出来，我再给他优惠。那等我吧。行。嗯。那你这客人什么时候来啊？哎，来了来了。你？你们认识啊？那太好了，小姐，女朋友看中了这椅子，说要20个，我这货不够，要不你匀一匀，反正大家都认识嘛。啊，白婷婷，你的审美眼光提高了呀。不过我看中的东西呢，从来不会让。本来呢，我还觉得这个椅子挺好的，但没想到你看上了，你眼光那么差。那这椅子质量肯定有问题啊！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可以了吧？你自己留着吧。我当然得留着，这把椅子可是为我们婚房准备的，启明打算年底娶我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咱们班第一对啊？你也就这个能争下第一，这为什么呀？走吧，跟他没什么好聊的。对了，听说韩启明在曲恒手下工作，曲恒跟凌云关系好像不错。你可要嘱咐一下你们家韩启明，让他用心工作，否则的话，否则的话什么呀？你，哎，干嘛呀？站住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得意，我们家启明已经说了，那个姓曲的得罪了周志超，在地杰待不久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那个姓曲的在地杰待不久了。你们是不是又在捣什么？说，说。偏不说，偏不说，怎么样？你站住！给我说清楚。说，你干什么？说不说？菲利亚，菲利亚，放开我！你，菲利亚，菲利亚，菲利亚，这个人小三，小三，白天天，打小三，打小三，打小三，打你，你干嘛？啊！你们干嘛？周志超，回来了。这位美女，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亲爱的，他赶我走呢。没事啊。回头我再call你啊，去吧。周志超，你在外面乱来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把人带到家里来了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不是让我在家待着吗？我不是在家待着吗？哎，你要怎么样？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无聊。我为什么让你在家待着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现在倒来怪我了。我不该怪你啊。啊，周科科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地杰集团董事长是我让给你。如果你可以把地杰集团搞好，我随时都可以把董事长的位子还给你。哎，
董事长我还不稀罕呢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曲恒离职。给我站住！又怎么了？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？不管什么日子什么事儿，有你周可可处理不了的吗？今天是爸的忌日。我都给忘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没事，你继续去玩。我已经跟爸说了，让他晚上来找你。喂，你干嘛呀你？我不就是忘了爸忌日吗？你干嘛呀你？让爸不来找我干嘛？喂！是吗？我明天就去祭拜爸爸，给他道歉，给他赔不是。你就别生气了呗，我是真的忘了。那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呢？你之前都把我赶出公司了，我还在气头上呢，我哪记得今天是爸爸忌日啊？但是你也别生气了，我知道有我不对的地方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只要把那个项目给我了，我一定做好。如果到时候做不好了，你再让我滚蛋都可以。哥，我真的不希望再开口叫你走了，毕竟你是我哥啊，我一个人真的压力很大。那你好好的，别再耍你的少爷脾气了，好吗？哎呀，我没有耍少爷脾气，我是……好了好了，那你回公司之后要好好上班，不要再处处针对曲恒了，行吗？我们两个一起把公司搞好。好，听你的。忙着呢，干嘛呀？大白天的就出来作妖啊？咱们这酒吧还没开业呢，你是过来消费的吗？哎呀，我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们了？哎呀，这装修的好漂亮啊！你中风了？谁中风了？你呀，你没事扇扇扇的，不是中风是干嘛？你没看到我手上戴了一颗这么大钻戒吗？啊？哎呀！谁知道是不是路边市集快买的假货呀？白婷婷，我这种人，我能买假货吗？没准就是假的呢。我有证书，你看。说半天你是来咱们这儿炫耀的，还把证书带来了。谁没事跑你这儿炫耀？我来呢是给你和程绿云送请帖的，我跟韩启明要结婚了。对不起，没时间，没空，也没红包。去，没钱就算了嘛，反正我也不差你点小钱。哎，咱们好歹也是老同学一场，你难道真的要这么小气，连我跟启明的婚礼都不参加吗？你说够了没有啊？说了不去就不去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你是来送请帖的吧？现在请帖送完了，哎，你要消费吗？不消费出去。你，哎，结婚是吧？结婚我们肯定去啊！你看这就对了。哎，高翔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凌云吗？要请女婿啊，我是不会去的。去，白婷婷，你看人家高翔
做老板的就是不一样，不像某些打工妹小家子气。葛静茹，说什么呢你？我哎，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。去我肯定去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酒品不太好，喝点酒就爱耍酒疯，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。不过倩茹啊，你气量大，就算到时候我大闹会场，你也不会介意的，是吧？高翔，你，哼，你们两个最好别来，我还怕你们来了之后拉低我婚礼的档次呢。哼。好了好了，他这个人没必要跟他生气啊。我还以为你真要去呢。怎么可能？他呀就是故意的，来炫耀的，想通过咱们呀来告诉凌云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凌云，因为我怕他会想起不开心的事。对对对，我不告诉凌云。可是我怕我说漏了呀。你呀就是个没心眼的货。过两天酒吧开业，凌云肯定会来，到时候你就记住，千万千万别告诉他。哦。葛静茹，把这事告诉你，是希望我告诉凌云，让凌云生气。哎，婷婷，你不能说啊，一定不能说，听见没？从现在开始，嘴上贴膏药，不能说。什么？凭什么要给程凌云让开？不行，我去找我爸去。哎，你爸就是个小股东，你找他有用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不是说了吗？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啊！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去找周志超去，把我撸下来，打的是他周志超的脸，我看看他管不管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是个好主意啊！赶快去吧。嗯，好。宝贝，我就是什么事都不想瞒着你，所以特意跑回来告诉你的。那我走了。嗯。程凌云，你也太霸道了！不行，我一定会讨回这个公道。周总，你笑什么呀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跟你说可以，可你得撑住了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呢，在他们董事办里安排了一个人，今天下午我才得知一个八卦。八卦？顶峰的程凌云是司萧汉的私生女。看吧，我叫你撑住吧。你说的是顶峰的董事长啊？没错啊，就是顶峰的董事长，顶峰董事长的独生女。你把人给甩了。啊，哎。
对呀、啊，林云他们家是开面馆的呀，怎么可能是千真万确？程凌云现在比司剑宇还得宠，就连张丽丽都拿他没有办法。启明啊，你牛啊！哎，我从心底里给你点个赞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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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别想那些事儿了啊！哎，你干嘛呢？玩什么呢？我看看。对不起，我打烊了。我不是来吃面的，我来找程凌云的。凌云不在。不在。哎，那我在这等他。你等凌云干什么？他可没有第二个韩启明再让你勾引啊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跟启明是真心相爱，倒是你家程凌云，抢不过吗？就用一些卑鄙的手段。我女儿用什么卑鄙的手段？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这么说，你女儿做的事你还不知道吧？她做了什么？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们家程凌云勾引自己家公司的领导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我算他有本事，凭什么他要毁我们家启明的前途呢？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什么勾不勾引领导的事，为什么要扯到我们凌云身上？再说他们俩根本就不在一个公司上班。不在一个公司怎么了？他还勾引别的公司的领导呢，狐狸精！请你拿出证据来，要是没有证据，就请你跟我道歉。出去！哎，现在就给我出去！放开我！哎呦，我为什么要出去？我不出去，出去等程凌云了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！你，哎呀，你放开，你放开我！程玉，程玉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快快快，先坐下来。没事吧？你怎么能这样？啊？你一个年轻人能推个能做你长辈的人吗？你也太没教养，太没素质了吧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推他了？素质？你们也配跟我说素质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我什么意思？你俩都50多岁了吧？人到黄昏了吧？还这么拉拉扯扯的呢，真不害臊！难怪会养出曲和和程凌云这对不干净的儿女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再给我说一遍！我再给你说100遍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对不干净的父母养出一对不干净的儿女，怎么样？你啊，干嘛？我今天。要替你的父母教训教训你！没事吧？不知道呢，现在医生正在做检查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不给那葛倩如给气的。葛倩如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事情是这样的。
太过分了，我去找他。哎，林云，你先别急着去找他，这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，先看看你曲叔叔他情况怎么样再决定吧。许明阿家去哪位？啊，我们是。医生，你们病人怎么样了？撞击处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得住院观察一下是否有脑震荡。啊？这样，你们先去办一下住院手续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妈，走了。陈阿姨，刘云，我爸爸怎么样？没事，只是暂时安于心息。凌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爸他怎么会？跟我出来一下。凌云，我爸到底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妈说曲叔叔住院是因为葛倩蓉到我家面馆闹事，说我把韩启明的工作毁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居然是因为这件事？你知道？因为我撤掉了他和顶峰对接的职务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是顶峰的代表？凌云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让你知道，虽然是我撤掉了韩启明，但是是傅逸泽让我这么做的。傅逸泽，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虽然他跟我说他是为了工作，但我看得出来他是为了你。他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现在都有点后悔了，是不是当初不应该劝你留在顶峰？不，我想得很明白了，我现在应该留在顶峰，但是等天都的项目结束之后，我就会和你一起出国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是我们的约定。凌云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。怎么样啊？仲少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？哎，那他就不管了？真是个怂货！哎，不过今天呢，我可是替你出了口气啊。替我出气？嗯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呢，先到程凌云的面馆大闹了一场，然后把那个老太婆给推倒在地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启宏的爸直接被我气进医院了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啊？你说什么？哎，韩启明，韩启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启明，你到底干嘛去啊？干嘛去？道歉呀。哎，你给谁道歉啊？跟谁道歉？你还问我？曲红他爸爸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对，我是气了他，可他自己摔倒的，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！你为什么要给他道歉啊？我今天不许你去。你有病吗？我现在是在为你善后，你还拦着我，真是有病！韩启明，你疯了吗？居然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！我今天就是不许你去。我要是非要去呢？你拦得住我吗？你有病吧？你再动，我告诉你葛倩蓉，你要再动的话，我就打你。凌云，
凌云，凌云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们呢。那个葛千如她太过分了，这不，我专程来向屈伯父道歉呢。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用吧。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凌云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发生了这种事儿，我才知道葛千如是这样的人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当初选择和她在一起。我决定好了，我想和他分手，但是凌云，你答应我，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？你有病吧？凌云，我没病，我是认真的。来的时候在路上，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我们以前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每分每秒，都像一幕幕电影一样，在我脑海里划过，我真的无法忘记，我更无法忘记你。你是知道的，当初是葛千如勾引的我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已经醒悟了，所以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们重新来过，好吗？你要脸吗你？凌云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凌云，求求你了，凌云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给我起来！我不起来，只要你不原谅我，你不跟我和好，我就是不起来。那好，你就跪着吧。凌云，每个人都会犯错。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吗？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叫保安了。凌云，你放开我！我现在已经病好了，凌云，我已经不是韩启明了，凌云，凌云，你相信我，用自己让我重新来过。徐恒，你来干嘛？曲总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是来看伯父的。不需要，凌云。凌云，凌云，你不能走，你必须跟我和好。让开！我为什么要开？我和凌云是情侣关系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你算什么呀？韩启明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马上给我滚！如果我发现你再缠着凌云，你客气。累了啊！你看啊，我们这帮年轻人整天在办公室里坐着，这打球的体力啊，还不如我呢。我说司董啊，你球技那么好，看来我们只能甘拜下风了。哎，建宇啊，这凌云跟地杰的屈恒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他们好像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吧，算青梅竹马。那小子的资料我看了，人很不错。凌云要是跟他有点意思的话，你这个当哥哥的可得撮合一下啊，看看找个什么合适的机会，能不能把人挖到我们顶峰来，这样凌云就能跟他一起工作。哎，我跟你说话了，听见没有？妹妹的事情你可得小心点。放心吧，爸，她是我亲妹妹，我肯定上心。走了你？什么叫我怎么了？是你怎么了？哎，你还没有下定决心追我妹妹吗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，老爷子可发话了，那个曲恒可是你最大的威胁。你想想吧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个坎儿嘛，莫子琪，都分手这么久了，忘了吧。的灯海，连寂寞也亮起来，风吹开阴霾，心事愉快，幸福的路牌，只有我踏上未来，将烦恼
抛开，忘掉伤怀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呀、啊？你就不能不端着吗？你就直接说我不放心一个女孩这么晚了回家不就行了吗？我要飞起来，飞过花海天风也有，任何感觉都会变成一种习惯，我不想成为你习惯中的一部分。飞行的爱自由自在，雨飘落下来，你是被爱让世界停摆，思念空白，这凌云跟地杰的驱痕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凌云要是跟他有点意思的话，你这个当哥哥的可得撮合一下啊。不在。是吧？很有意思吧？啊。妈。哎，建宇。哎，这位是阿姨您好。我是小兰，米小兰，建宇的朋友，我们俩从小的玩到大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阿宇去给你煮面吃啊。哎，要不我帮您。建宇老说您的面条做特别好吃，刚好我跟您学学。妈哪有时间教你做面呢？有，做面条很简单。来来来，那行了。凌云，凌云，哎。我想看一下啊，来。你们俩什么情况啊？这么快就见妈了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管好自己的事情。这煮面啊，火候很重要。火要是太大呢，这个面啊，煮起来就会不劲道。我看来。下一个，哎呀，丢三落四，等我一下啊！哎，林云，快，你电话啊！好。喂，我现在忙呢，你在哪儿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妈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多陪陪妈。林云，建宇，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得回家传个邮件，资料都在电脑里呢，要不我先回去，你跟阿姨说一声。要不我送你吧？不用。你在这儿陪阿姨吧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嗯，明天见。副总，副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来晚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出门没打到车。我是说，在我的生命里，你来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早点出现，早点陪在我身边，让我早点爱你。就因为你来晚，所以让我错过了很多爱你的时间。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不要离开我，陪在我的身边？
来弥补我错过的日子。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你怎么那么笨？那好，我直接点说。其实你明白了吧？对不起，我先糊涂了。头不再高傲，渐渐低下，去在后面。小兰，你来了。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庆祝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，庆祝我荒废了那么多年去等一个人，庆祝我这里像被抽空了一样。一泽他对你说什么了吗？他还能对我说什么？他除了会说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会照顾你，他还能说什么？可是你知道他对陈丽云说什么吗？他喜欢陈丽云。你是他好朋友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早就喜欢陈雷云了。小兰，你慢点喝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从小到大，一泽都跟我一起陪着我，照顾我。就算是后来有了莫子琪，他也没有变过。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变了？俊宇，为什么我哪儿比不上陈丽云啊？为什么他选择陈丽云不选择我？为什么，俊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别喝了，你已经喝醉了。为什么？
别喝了啊。要不舒服的话，我倒杯水给你喝。嗯，别走。早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亲爱的，他赶我走呢。没事啊。好好，走。回头我再扣你啊。去吧。周志超，在外面乱来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把人带到家里来了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不是让我在家待着吗？我不是在家待着吗？哎，你要怎么样？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无聊。我为什么让你在家待着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现在倒来怪我了。我不该怪你啊。啊，周科科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地杰集团董事长是让给你。如果你可以把地杰集团搞好，我随时都可以把董事长的位子还给你。哎，董事长我还不稀罕呢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曲恒离职。给我站住！又怎么了？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？不管什么日子什么事儿，有你周可可处理不了的吗？今天是爸的忌日。我都给忘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没事，你继续去玩，我已经跟爸说了，让他晚上来找你。喂，哎，你干嘛呀你？我不就是忘了爸忌日吗？你干嘛呀你？让爸过来找我干嘛？喂，车呢？司徒，您没事吧？哎呀，
起来吧。你把我撞得这么惨，我起不来，我的腰啊、腿呀、腿都断了，我起不来呀、啊！哎，你别撞了，我撞了你行车记录仪了，我没撞你。哎呀，合着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自己把我自己给撞了？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？哎，大家都看一看，哎，大家都过来帮我评评理啊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司董，要不我给点钱去打他？不许。中国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么被败坏的。我们有行车记录仪，我们怕什么？可是这事闹起来，公司的法务部肯定会收到消息。那您提前回国的事不就暴露了？算了，给他点钱吧。这样，回去啊，你让法务派个人过来盯着他，省得他再去害别人。干脆压死我得了！哎呀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呀，哎呀，我的腰、腿呀、腿呀，这钱挣的踏实吗？关你屁事啊！拿来吧。如果我们司机刚才没踩住刹车的话，你现在可就完了。哎呀，别废话，给我啊！等等。你不用赔他钱。你谁呀、啊、关你何事啊？全程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你这是在讹人。对对对，他突然冲过来吓我一跳。快起来吧，否则你还要赔钱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，我被车撞了我赔钱啊？你脑子进水了。司机师傅，待会儿交警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要求他们对这辆电瓶车进行鉴定。我看这辆电瓶车已经达到机动车的标准。根据电动摩托车国家标准的规定，40公斤以上、时速在20公里以上的两轮车统称为轻便电动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，都是按照机动车辆管理的。如果检测出来你这辆电瓶车是超标车，然而你又没有摩托车驾照的话，你这属于无证驾驶，应该处以300到2000元不等的罚款，还要处以15天以下的拘留。如果你有汽车驾驶证，还要被扣12分。对了，我还要透露一下，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车都是超标车。现场很明显，你就是骑着这辆超标车横穿马路，然后撞了这辆车子，所以你应该负全责。司机师傅，这个地方补一下漆需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快说。这漆是进口的，大概10000多。而且从你靠近这辆车子开始，我就一路跟拍，这个到时候就是证据。死丫头，你狠啊，你比老子都狠。哎，等等。小姑娘，你今天的表现可是非常不错啊，帮我解了围，还用手机给录下来了。哎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是学法律的。看到这种人不能不管，要不社会风气就坏了。律师？哪个事务所的？我刚毕业，正在找工作。哎，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鼎丰集团的，想不想去试试？顶峰不去。为什么？他们看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他们。再见。进来。司总。怎么了？司总，我们的面试被取消了。取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人事那边刚刚过来，把面试材料都拿走了，说面试有人事接管。还有？还有什么？人事说我们的法务不用招了，张总指派一个法务过来。指派？谁？资料上显示的名字叫做 Julie。
Julie， 她不是张黎黎的旧下属吗？副总在不在？副总还没有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这样，你把昨天陈丽的面试资料给我送过来。好的。张总，有什么事吗？一会儿我给你爸汇报工作呢，没什么重要的事话找我秘书吧。是这样的，听说你给天都项目指派了一个法务。是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局里毕竟也是大事务所出来的。可是我们已经有选定的人员了。选定了？谁呀？这个女孩，我和易泽都觉得她很不错。应届毕业生，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女孩啊？怎么可能？这个女孩真的很优秀，我和易泽觉得她……行了行了，要不你跟我去一趟你爸办公室，让他挑一挑，看他选的是应届毕业生，还是从大事务所出来的老资格，免得说我欺负你。张总，这事不用针对我爸爸。张总，张总，所以你应该负全责。这就是你们选择的法务吗？是的，爸。肖汉，你看看，他都长这么大了，一点公司经营管理概念都没有。这么重要的职务，怎么会选应届毕业生呢？一点轻重都没有，以后怎么能接下顶峰啊？真让人失望。我倒是觉得这女孩很不错啊，试试看吧。哎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事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凌云，清风集团虽然比不上鼎峰和帝捷，但也是著名的大企业呀，你可要加油哦。喂，喂，熊小姐吗？我是鼎峰的司建宇，你昨天的面试官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电话是想通知你，骗子，你被录取了。喂，喂，你有完没完啊？如果你不退房，你一定是个奸商；如果你绕过这个问题，你一样是不法上班。你真的是顶峰的人？熊小姐，我不会和你开玩笑的，你真的被录取了。不过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报道。真的吗？那太谢谢您了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再见。Yes。搜索，忽然间的眼角看不到尽头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要干嘛？上班。上班？谁允许的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
使护着跟那个变态赌气，方向都反。李泽，还得辛苦你一下，多带带他，毕竟他也是我们的人了。进来。司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怎么哪儿都能看到你啊？有你这种态度对上司说话吗？上司，熊小姐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哦，谢谢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傅一泽副总，以后他会多带着你。不满意的话，大可以辞职，没有人拦着你。你，咱们做人呢，还是要脚踏实地一点。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去地杰集团吧？刚好我们家启明需要一个助手，你们两个那么熟，我觉得挺合适的呀。我会努力的。很好，这样吧，我让秘书带你参观一下公司，你先出去吧。好啊。还有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！集团的张总不怎么待见司总，一点都不配合，所以我们去取文件，不管有的没的，有用没用，都一股脑的甩给我们。但是这也太坑人了吧！傅一泽，你公报私仇是吧？傅一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不知道进门前要先敲门吗？出去重来！少在我面前摆架子！我问你，这么多文件，你让我一个人处理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想公报私仇吧？那这么说就是你不能把它完成。既然是不能完成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我请别人来替你完成。谁说我不能完成的？但是没有但是，能还是不能？能。行，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。24小时以内你能把它完成的话，就认可你留在顶峰工作的资格。好，咱们走着瞧吧。如果完成不了，我就完成不了怎么样？我就辞职。副总服个软吧，其实副总人还是不错的。哎呀，免了吧。司总，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？还没有做完呢。你怎么这么倔呀？和一泽赌什么气？我这不是赌气，我这是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免得被别人看不起。其实一泽这个人挺好的。怎么了？还在为面试的事情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就觉得他做的太过分了。但是你的回答的确不能让人满意。
可是这是法律条文的规定啊，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退房啊。那退房以后呢？公司怎么办？公司员工活不活了？可是质量明明就是出了问题啊，有本事把质量把好关。那你看这样解决行不行？我们和业主签订房屋漏水维修协议，保证漏水的问题我们会解决，让他们安下心来。这样的话我们再开始维修，如果因为漏水问题严重，或者我们的施工影响到业主的正常生活，我们就为他在旗下的酒店开一个房间，并且每天提供一笔金额的补偿，维修结束以后再邀请他们入住，并且聘请他们为我们的顶峰质量监督员，在社交网络上和他们沟通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顶峰算不算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？可是好了，我不是为负一责开脱，早点回家吧。不要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倔啊，这么多文件你要通宵整理吗？我不是倔，起码我刚进公司第一件事情我得完成吧。你注意一下文件下面的角标， MA 后面的编码是商业合同文件， BC 后面的编码是税务文件， FTD 后面的编码是会议文件， ENB 后面的编码是未处理文件。真的，这样整理的话就方便多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进公司前两年是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。好了，我下班了，你加油吧。谢谢司总。大家停一下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今天是庆功会，那么既然是庆功会，就一定会有功臣。我们今天最大的功臣就是我身边的曲恒。自从曲恒来到我们地杰之后，给我们做了非常多优秀的决策，也带来了很大的利益。那么在这里，我希望大家给他最热烈的掌声。谢谢大家。好了好了，大家继续吧。看出来，你脑袋是堵车了吗？怎么是？说谁呢你？好了，他们怎么来了？他掏钱，他能不来吗？哎呀，走了。哎，曲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那个可可，你帮我跟曲总道歉了吗？你自己的事情当然要自己说了。我哥啊，他说想跟你道个歉，希望你原谅他。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？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。说的也是，那你看你现在能帮到可可，我是帮不了什么忙了。作为哥哥呢，我心里是很开心的。那以后你就好好照顾一下可可了。敬你呗。先坐吧，我们过去了啊。
思源，去拿瓶酒，那最好的啊。偷酒，偷酒是不是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偷啊？干啊！安启明，你干嘛？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哎，给我道歉！道歉！我安启明，给曲总的朋友道歉。我为什么呀？啊！道歉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算了算了，不跟他计较了。那我现在能拿瓶酒了吧？拿拿拿！婷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走吧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大家继续吧。嗯，继续。真没事吧？有我在，你什么都别怕啊。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洗手间补个妆。来，倒点酒。嗯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谢谢。看到没，完全就是个小白脸。左总，要不要教训他一下？教训？怎么教训？不是说好这次给他面子吗？最近都辛苦了。要不这样，看他呀，已经醉得差不多了。如果再把这杯喝下去呢，那估计就醉死了。行啊，我敬他这个酒，总不能说我是针对他了吧？走。徐总，我们周总呢，想敬您一杯酒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哎，我。芷涵今天已经喝得够多了。是啊，周总，我今天喝的确实有点多了。怎么的，浩浩，瞧不起我？人家敬的酒你喝，我敬的酒你不喝。我菊恒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今天就一句话吧，喝还是不喝？
好，我喝。哎，我帮你喝。没关系。哎，妹妹，你这还没嫁出去就帮他挡酒了，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哥哥啊？胡说什么？就一句话，喝还是不喝？没关系的，哥哥，只要赵总高兴，多喝一杯也没关系。来。哎，成，就顾喝酒呢，把正事给忘了吧？正事？什么正事？看你这记性。来，大家安静一下啊。曲恒呢，刚刚说要给周总唱首歌，但是我担心呢，他喝了这杯酒啊，估计就唱不了歌了。所以我得问问大家，大家是想听他唱歌啊，还是想看他喝酒啊？唱歌，唱歌。周总，既然大家想听他唱歌，你就让他唱一首吧。嗯。外面下这么大雨，哥说了别下车了。好了，我到了。没关系，曲恒，你今天的那首歌真的是唱给我听的吗？一首普通的歌而已。哦，啊，对了，我现在正在谈一个三线城市的影院开发，我想交给你处理，你有兴趣吗？这个项目周期会很长吧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。可可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，我可能在地杰待的时间不长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离开地杰？嗯，天都项目结束以后，我可能会去国外，所以你还是先物色一下人选。如果你找到合适的人，我可以提前离开。为什么要去国外？不能再考虑一下吗？我已经跟人约好了。跟谁约好了？这雨越下越大了，司机还等着呢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明天见。好了，现在最后一个议题，之前曲总提出的先签署合作协议再募资的方案，顶峰已经来回复了，他们同意了。太好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准备一个募资的晚会和发布会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与顶峰合作，所以需要派出一个人去与他们对接。曲总，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？这方面我不熟，还是由其他领导推荐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散会吧。
许恒，你等一下。可可，还有事儿。我昨天晚上一晚都没睡，满脑子都想的是你要离开的事。可可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，好吗？你说，你会跟完天都项目的吗？一定。跟你约定的那个人，是不是陈凌云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为了他，你连前途都不要了？在我看来，再光明的前途，如果没有他的参与，都会变得黯淡无比。我明白了，去忙吧。